慢一点啊。今天咱们要吃鱼了。放盐给它腌制一个小时，都是小鲫鱼，这得有上百条，差不多。刚才盐已经放过了，放点调料。点料酒，做点醋，飞面子。倒完了，倒点面粉，熬的稀碗多，对啊，熬的也多。我给盛一碗。这选大选吃，好吃些，没事。不要了，我吃饱了。给啊，不累了，不累了啊。